陆锦，你恋爱了。学姐，学姐，就是一个小弟弟。小弟弟，弟弟也不是没有好处，别嫌年下小，永远对你好。长得真好看，我不穿最好看。毕竟身强体壮。跟姐姐比，你套路还是少了点。哇，学姐果然是又美又甜。小弟弟就是好。学姐，我想。想什么呢？我们之间关系很纯洁的。这小学弟呀、啊、真粘人。因为学弟热血沸腾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